小公主们大家好，因为最近在播我的反派男友这部电视剧，在这部剧里我的角色安妮娜真的超级圈粉，就是大家都想拥有同款妈妈，实不相瞒我也想拥有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影迷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像安妮娜那么善解人意，对孩子那么无微不至，会在他们面前大声的争吵，然后也会吼他们，完全忽略掉他们的感受，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没有那么爱他们。我今天就是想分享一下在带小酒窝的过程中的一些心得，然后我最近发了一个那个酒窝一起去玩的一个 vlog， 然后有很多人就在夸小酒窝说乖呀懂事，那个只是就是视频里是那样的，他也有他自己的情绪，然后也有脾气，也有就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因为他是小朋友嘛，然后特别是有的时候我要说什么他也会反驳我，因为他也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了，然后他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从他出生到现在，我都没有很强势的去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做一个听话的乖巧的孩子，或者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种，我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他，因为我也是第一个宝宝，然后我觉得我是跟他一起去体验，一起去经历，一起去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他身上真的也是摸索学习到了很多，他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天使宝宝，很好带的孩子，然后呢我就经常会跟他说我们俩做最好的朋友，无话不谈，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我有什么事儿我要告诉你，但你要有什么心理有什么想法你一定告诉我，因为我的工作原因，然后有时候经常出差啊，或者是昼夜颠倒，但是我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尽量的我去陪他，然后陪他聊天，我跟他一起玩。小酒窝他平时比较喜欢画画啊，做手工，然后他只要在家的时候他就会经常说我们一起做手工，一起干嘛，然后就拉着我，只要有我有时间我都会陪他一起做，而且是绝对把手机收起来，不能看手机，我觉得如果你这边看着手机处理着工作，然后这边陪他画画，我觉得这是无效陪伴，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刷手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很快过去，但你陪小朋友的时候半个小时对小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然后他会觉得我的妈妈真的是在认真的陪我玩，是跟他一起做最好的朋友，没有忽视他。我觉得其实跟孩子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有效陪伴，你真正做到哪怕十分钟或者是十五分钟或者半小时跟孩子完全是沉浸式的两个人在一起的互动，然后一起去做一件事，这是最有效的陪伴，虽然可能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它会非常有质量。其实我分享这些是想跟看反派男友喜欢安妮娜的粉丝朋友们说，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没有之一，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深爱的小天使。